嗱，即系讲明先啦，依家新闻依系完全未证实噶，甚至乎而家系有否认添噶，只可以讲我哋系将呢两日入边啊叫做发展过嘅一啲事出现过一啲事讲出嚟，因为琴晚我哋睇到单新闻，就有 friend send 俾我，我睇稿先嘅，即系有 friend send 我先睇到就话吓、啊、疑似系星野源，就话咩偷吃女主播，跟住就话咩。仲好似系话事务所要用咗一大笔钱去做暗口费，冚住件事添想。咁嗰时第一时间大家谂，哇咁大镬！星野源如果真系偷食，真系对杰衣唔住，喂话晒杰衣，阿新门杰衣系日本国民级嘅，又唔系国民级女人，点讲？而家系国民级喜爱嘅女艺人啦，我咁形容啦。咁我第一时间谂到就系黄子华以前讲栋笃笑啊咩，有啲咩系最金就有一个民族去争你嘛，我第一时间谂到哇，一个民族去争你喎而家，你成个我谂嘅就系、是、喂你大佬你移民我唔知你掂唔掂，你移民去第二度都有蝶衣 BB fans 喎。你移民去啲冇咩人睇日剧嘅地方，我讲先讲你移民过嚟香港都好危险喎，达哥去揾佢，我真系惊。因为咧一单嘢咧，其实我睇到嗰阵，我谂，我唔系听过啦咩？即系其实几个月前已经有唔同嘅花边新闻啦，就系话，哇佢即系几个月前已经话，哇可能已经分居，因为佢两个都结咗婚几年啦。咁系再加上即系话日本咧一个 Twitter 咧。括弧 X 啊，你屌你老味！即系喺一个所谓日本情报巨头啊，上面一篇近嚟嘅贴文爆料就暗示吓、啊，就系点解咧？就系、是、话一名超有名嘅女演员共演电视剧后闪电结婚嘅男歌手，结婚后同合作节目某位主播搞不伦。虽然今年元旦原本已经有。某间周刊要爆出嚟，但男歌手所属嘅依一个事务所俾咗十亿嚟，查取依、这个报道，再加上咧就系话，根本上咧两位咧已经离婚状态啦，但系考虑事业嘅影响咧就冇离婚到，咁依一篇嘢一铺出嚟咧就好，即系好似咁讲，即系真系国民新闻嚟噶嘛？呢啲系，即系日本系完全一间一单咁啊！自然災害級新聞啊，淨去到我覺得已經去到呢樣嘢，因為我第一時間諗，哇！大佬星野源真係大鑊嘅喎，即唔係講笑，佢人身安全有冇問題？嗰件事係屬實嘅，我真係諗呢樣嘢，我真係覺得你去日本你可以走去邊，我驚入山區你都俾人哋好似咩啊細望村嗰啲咁樣咧，去挖你出嚟，我真係驚會。我嗰時諗，我大佬真係～喂死人喎！呢、這个真系，我第一时间睇到间新闻就系咁谂，咁当然系咯。谂话，哇！如果系真嘅话，哇！呢一单即系我系谂起嗱，以前咧，即系日本都好多不伦嘅呢一个或者离婚啦，你唔好话净系不伦啦，离婚嘅一啲事件啦。我谂下，喂，呢一单会唔会仲劲过以前咧？有啲好金嗰啲啊嘛，即系好似我谂都系啊。镇内智则同阿藤原纪香嗰个，即系有个搞笑人，但系真系几有才华，佢啲搞笑真系好正。因为佢同阿藤原纪香结婚，然后出轨啊嘛，哇！跟住原本佢系红到好 top 嗰啲嘅搞笑人嚟，跟住佢后来真系 job 得都好严重，都翻身非常难。因为话嗰时阿藤原纪香嗰、那个国民喜爱嘅程度都系好高啊嘛，所以话嗰时去到。佢我咁讲啲夸张嘅，但系佢执翻条命都算好彩嗰种嚟。但系唔系如果星野源呢个，因为我觉得嗰个程度系知道藤原纪香当年系好红，好多人中意。但系星野源呢嗰个形象同埋路线，加上个受欢迎程度都唔同啊嘛。嗰个 level 心应该可能真系会唔会第一个因为出轨新闻而搞出人命嘅事情？情我谂紧一件事就系，我仲喺谂紧，即系嗱，以前成日传咧就系传木村同阿工藤静香成日话，哇系咪离婚啊？定系点样啊？咁样嘅嘛。咁但系我心谂，喂，如果真系比较，我觉得依件即系依一边阿星野源系重大件事啲，同埋嗰边好相对讲咧，我当乱噏啊，就算木村出轨，啲人当冇事嘅应该。
即啲人係會嘅，我覺得啲人會講冇事。咁我即當然嗰陣時好似有啲人好鬼憎嘅宮崎駿香，我唔記得咗咪嗱，即冇依件事發生啊。我係話假如啊，應該啲人係當冇事啊。但係呢單嘢好明顯唔同啊。咁雖然咁講啊，去到2024年，你估唔到嚇，翻係木村仁希自己插咗落嚟先啦。有時啲嘢係真係估唔到嗰啲嘢。咁當然啦，先講翻件事發展先啦。其實咧，因為嗰單新聞出嚟都係 Twitter 上面嘅一啲爆料者啦。咁計話呢個爆料者其實係一向算勁嘅，即係好似話佢啲嘢都多人睇，同埋即係相信多人睇就可能有時候爆啲嘢都真係肥得中啦。咁但係老實講，爆料始終都係爆料。你爆料同你文春嗰只爆料又有唔同，因為文春爆料點解咁勁就係、是。某程度上虽然是近来他是有中村由一那件事大家笑得他好尴，大家是指着他来笑了一排的。我怕杉田都笑到嗨嗨的那些新闻应该。还有那件事里面他去玩 game 那里，我真的怕对方声穿自己都笑过嗨嗨。是有这些事，但是他不嬲就是说他有时去爆你料之前的事拿在手拿到很实的。即是差不多呢，你一系就俾你一系自己认，你唔认咧，佢肥出嚟你就扑街嘅，即系佢就咁样。咁我实讲，呢次唔系嗰样嘢，系网上 account 咁爆料，就算佢系啊爆啲料劲唔劲都好，始终都系网上爆料，同你其他啲有啲分别。有啲人会话：喂，实系爆料 account 嚟，你都唔好当晒真先。你始终唔系去到文春炮，有唔同嘅，其实两个程度。咁当然啦。琴日因为大家可能对杰伊 BB 嘅爱啦，啊，无论爱定喜爱啦，即系达哥嗰只叫爱啦，一般人嗰只叫喜爱啦，或者咩，我最中意睇嘅 V 啊 Canada 咧，佢都系爱嚟嘅嗰份，以前咩一结婚佢去打肉啊嘛，咁啊喺呢个情况下，咁好多人都即刻冲晒去可以啊留言嘅地方，即系佢相关嘅一啲 social network 嘅 platform 嗰度留言，咁都系。差不多要殺了星野源的嗨嗨咁样噶，成班变成川岛芳子噶啦。咁啊，呢个情况下，但系其实都要记住嘅嘢，真系爆料 account 嚟嘅。咁当然你话嗰件事点样，一阵间再讲啊。但系因为就话针对呢件事，其实喺即系23号当日咧，星期四嗰阵时啦，就系、是、其实啊，应该系星野源嘅事务所啦，佢叫 A Muse 嘅。咁就话咧，佢事务所有出嚟做个声明，就话喺凌晨嗰时出声明添，因为件事太过恐怖，佢真系惊摆咗几个钟个星野源有人身危险。咁就网路上面有关星野源嘅传言并非事实，亦都话咧公司系冇花钱去封杀相关报道。咁亦都话咧声明中啊，虽然未系直接点名，但系咧就明显咧系喺度。即係指控緊嗰名嘅所謂爆料係嘅Twitter account 啦，咁亦都話咧，佢哋公司收到好多相關查詢，仲話咧考慮採取法律行動，就係呼籲大眾咧就唔好散播不實謠言。咁而咧，另外亦都大家發現到新垣結衣嘅 Twitter 啦，即係而家嗰個交叉啦嚇。即係淨係得嘛？阿 Elon Musk 會叫 X 嘅個 X 啦，咁就話喺上面亦都係改，佢淨改 info 添啊！有啲嘢類似寫住就話嗰啲引發騷動嘅謠言唔係事實，咁就話咧感謝所有關心佢哋嘅人，就話唔好關，就話唔好擔心。咁當然大家有時會係呢間新聞度就再講翻話，喂唔係喎，佢兩個之前係咪疑似分居嗰啲？咁亦都有啲新聞就話其實咧應該係佢哋可能。是买了新屋添的，即是两个人其实是分开回了去他们新居，有些东西这样讲的，就是其实未必如大家说他们什么分居那些，应该不是这样。所以这件事其实都挺古灵精怪。当然即是从另一个分析角度，即是我不是说件事真与不真，也都没有人会知道，相信真的只有相关人士才知道，他本人才知道所谓真假。但是这件事有两样东西都很巧妙。你第一就是那个爆料系的那个 Twitter account， 其实他这个爆料呢某程度上是无敌的，即是你讲晒的，因为他又说明我没讲，没指名道姓、啊、我没讲实是哪个这样。如果他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好像咬他不落、啊、跟着他还要说、啊、对方说明是要弄了不知道多少钱来掩件事的嘛，他又讲了一样东西。咁因为有话咩？嗰个唔可以叫指控啦，即系嗰个内容入边嘅话啦，佢哋咩事务所用成10亿 yen 去冚咁样啊嘛，咁变咗而家咧就出现咗一种
好似平时真係禁区老六讲嗰种阴谋论嗰啲 topic 嗰时出现嘅一种论述。有啲呢就会话喂其实呢如果对方即係嗰个爆料讲明话喂你係攞钱冚嘅你冚家就真係唔会认㗎啦。咁呢啲係阴谋论嗰个层面嚟你拗唔完㗎永远就係、是。而家呢件事最恐怖系你好似听娱乐新闻会跌入到一个阴谋论嘅陈述啦就係而家係㗎佢对方如果讲明系你係想冚嘅用咗钱冚嘅。咁你都冚咗喇咁而家就算俾人哋兜出嚟你梗係唔会认㗎啦你梗係唔认得㗎啦。咁但係你如果站返喺呀佢地事务所又或者呀星野源同阿杰伊嗰个角度嚟讲咪点否认即係就算件事完全係假嘅，佢否认完都有人可以揸住呢个 point 嚟怼鬼佢地嘅就係话咪一早话咗冚㗎嘛係都话唔係啦咁样。其实而家呢呢一样嘢掟咗出嚟呢老实实真係讲晒即係你撑嗰班即係你支持佢两个即係支持话佢两个关系有问题嗰班呢就可以不断追实个 point 就係话咁话咗冚㗎嘛话咗冚又点会认啊咁样。咁但係如果你话另一个角度就会话喂佢两个认咗咁亦都系返两个角度就係、是、喂就算件事啊坚系全单嘢都系虚构完全冇任何呢事发生过其实佢哋又真係点否认人哋都可以揸个 point 嚟怼佢哋有鬼惨。所以而家呢样嘢好鬼巧叻喎，真係。我唔记得好似系咪讲阴谋论定咩，就系讲话即系你冇得，你冇得，即、就、系、是、你作为一个 PR 角度，你唔知系点样去否認。你点样？你好难否认嘅，真系。你否认，你好难去证明一件你做唔到嘅嘢噶嘛？你去否认一件你冇做过嘅事，系一样好难嘅事嚟噶嘛？喂，嗰样嘢我冇做过，即系咁点同你解释啫？即系。我记得有我记得以前咩小心啲讲先。我记得以前好似有一啲我记得以前新叔讲过曾经有啲新闻就係话咩有啲人话喂佢冇去过寻欢啊有证据咁讲。但跟住大家就话你可以攞出一啲咩证据证明你冇寻欢呢即係如果你话喺证明边一日有冇寻欢咁你仲可以攞啲咩喂大佬即係嗰日全日都喺边度边度喎你梗係证明唔到佢当日即係如果你个指控係话佢嗰一日几多点喺边度寻欢嘅跟住呢咁你仲可以去攞出啲证明话唔係嗰时佢真係边度做緊嘢喂而家啲人话唔係呀同场我同佢嗰日同事做緊嘢佢真係冇出现过㗎佢真係全日喺公司度咁你仲证明到嘛除非佢有影分身嘅啫係咪但如果你个指控係纯粹话喂佢个人呢佢係有尋返文樓嘅呢個習慣喎。佢可以點證明佢冇嘢可以證明到㗎。即係就算佢全佢成世人真係連尋返文樓係乜都唔知嘅。佢連咩紅燈區邊度紅燈區都唔知嘅。佢都證明唔到喎。點樣證明我冇尋返文樓㗎即係你去醫生個驗醫生人有冇份聲明呢可以證明我係冇尋返文樓過呢咁就算醫生我亂講就算醫生係可以做嗰個證明嘅話證明到佢醫世人係未敦倫過嘅咁都可以話咁唔敦倫你都仲有其他嘢可以玩嘅咁你點樣教啫你冇得拗咪拗唔完嘅呢件事冇啊你系啊你拗唔完噶，冇得拗嘅。有啲嘢冇拗，即系你证明呢件事就话，佢两个婚姻亮起红灯咁样。咁你有啲咩可以证明啫？你仲要而家加埋话事务所攞钱冚，你有埋呢个 point， 你揸实呢个 point 嚟怼佢哋嘅，佢点样个事务所话点样？我证明我哋冇攞个钱去冚啊！竟然咁攞出个财务证明，我系冇动用咁大笔钱。啲人话。咁大家话你黐线啦，你真系攞去冚嘅，你件事点会攞公司户口冚完之后，你去 audit 做数写明呢笔钱佢系用做咩？哦，用嚟做封口费，你唔会冚噶嘛，大佬你冇可能噶嘛，咁你冇可能去证明到冇我个呢嚿钱去冚噶嘛，去做暗口费噶嘛，咁两个啊，即系话我哋婚姻亮起红灯噶，又话即系唔想影响，所以先至咩嗱，我乱噏啊，乱噏啊。咁有咩证明嗰两夫妇嘅咩关系真係好啊我哋点啊我哋破釜沉舟出段敦伦片俾佢哋睇咁咪知道我咁啲人可以话你两个专登为呢件事敦一次伦嚟俾我睇啫你又敦伦完之后你两个冇爱㗎啦你都可以咁拗㗎冇得拗㗎即係而家你撑嗰啲即係你即係想煮死佢嘅话佢实係有问题嘅。咁你揸住呢啲 point 去怼佢其实点证明啫所以基本上嗰个爆料一怼咗出嚟其实佢两个就算真系完全冇呢件事嘅，你可以点证明啊？其实你都系咁俾人怼嘅，你只能够时间证明咯。
即係時間證明，講笑咁講，你二三年啦，二三十年後嘅佢兩個真係仲好恩愛咁，大家會傾向相信佢兩個應該真係冇嘢嘅。當年你而家去到咁，咁同埋有樣嘢咯，如果佢兩個真係冇嘢嘅，佢哋自己生活愉快嘅，咁已經好夠咯。即係個 fans 角度祝願佢哋嘅，咁就會咁諗咯。即係呢樣嘢情況下，可能就係公眾人物，特別去到佢哋呢個 level 嘅 artist， 咁就會遇到嘅事咯。我覺得係咯。叫咩？大王追睇极速星，喂，唔系，我证明到俾你睇，我唔中意。你睇翻我每次睇嘅时候，我嘅惨叫，我嘅哀嚎啊！喂，你可以证明到我真系中意睇喎，大佬。我只系讲话系咩啊？用清翻嘅角度去睇佢，或者咩？用啲咩？系咯，要系咁啊！你做周环证明喎，实实系喎，即系跟住我阿哥喺边度讲？我见到 chat room 话头先话达哥想话杰衣想翻转头嘅，唔该排队。哎呀，如果想翻转头要排队，嗱咯，你睇而家你哋已经一个二个。嗱，我呢度咩嗱？我真系证我点证明俾你睇？我系唔会中意《极速星武》呢套嘢啫。而家你哋系可以屈过我噶嘛？就算我唔系，我真系睇到难顶嘅话，佢扮出嚟啊嘛，你节目效果嚟啫嘛。你话你好痛苦，其实你好享受唔得噶咁样，啱唔到噶。有啲嘢你系有啲嘢你系冇呢样嘢嘅，呢样根本唔存在。你点为一样根本唔存在嘅嘢去 defend 啫？你冇可能噶嘛。唔系，同埋我都系觉得咧，即系。我哋見到無論本地啦，我覺得日本嘅藝能界咧係吹依啲嘢咧係特別之變態嘅，係好認真咁講，即係我哋都睇過香港嘅娛樂界可以吹到幾勁啦，咁但係我覺得日本咧係更加之勁，即係你話文春嗰啲係即係好似咩？好似外國 TMC 咁樣，係即係外國 TMC 都好撚黐線嘅嘛。不過而家外國啲吹動咧，有啲嘢關到陰謀論咧，拉到落真係。本身大家咩讲神秘学啲阴谋论会有嗰啲嘢度啊嘛，即系你好似睇下好机车嗰啲片近嚟讲，咪某啲 artist 嗰嘢咧，哇，真系拉到光明会都出埋，拉到可以，嗰啲嘢真系另一层次去到黐线。跟住话咩？哦，但佢打剑圣又讲话杰伊 B B 上翻转头唔该排队，系一家真系点知啊？原来去揾锦护良咁嘅惨啊！真系系咯。冇呢啲，所以呢单嘢我觉得你系古鬼怪新闻咯。你老实讲，都系嗰样。就算你系即系点讲，就算你本身啊，佢真系唔系呢样嘢。其实你而家读完出嚟，你都冇得拗。即系你唔系冇得拗，你会点 defend 啫？系咯，你而家其实好多人用个阴谋论嚟讲就话，美股讲紧封口啦咁样。咁啊，你又点会啊？真系认啊？咁但系又换个角度讲。你又换个角度嚟谂，假设真系有咧，假设呢件事系真咧，咁你又真系可以完全套用阴谋论嗰句说话，系咯，佢哋都用咗钱封口啦，都唔会有证据流出嚟啦，咁梗系死口唔认啦。呢件事最吊诡就系咁啊！如果你呢件事系真嘅话，就系、是、呢个阴谋论其实系成立噶，只系有呢个阴谋论喺度，同时如果佢哋唔系嘅都否认唔到，但系如果系嘅话，系噶，真系件事系咁噶，所以。冇，我唔知啊。喂，即系喺呢个咩禁区路六要节目调动嘅晚上度，我讲呢单嘢其实都好禁区路六。平时讲啲可能咩阴谋论相关或者有阴谋论存在嘅一啲 case， 即系好似外星人嗰啲咩个案啊、UFO 个案啊，有啲阴谋论涉及喺入边咧。其实嗰样 structure 系套用到喺呢件事度，所以点解呢件事真系一件几疯狂嘅事？有时好似咁講，即係無論係媒體啊 cover up 啊，即係我哋而家好似講六六六嘅事件，媒體啊 cover up 啊，媒體嘅操縱啊，其實你睇下，其實依件事喺過去嗰幾個月其實係不停咁報嘅，係即係你見到係好到而家佢一下爆料，再其實之前就好似係煲個女主播啲嘢啊嘛，係啊，好似嗰度煲緊啫嘛，其實好似係開定爐。摆定料落去，熬定个汤底，先至再落料咁样噶嘛，好似喺度。所以你冇人知啊呢单嘢，你睇试下发展点咯。但系咁老实讲，你望都冇人好，你望都望人哋，唔好即系一段婚姻又话搞到咁不愉快咩？
你第一望都冇人哋好嘅，即系我唔知啦。呢句说话可能阿达哥嘅心谂，你近你唔关事，讲下口响嘅系嘛？即系我哋嗰啲谂，你知唔知今日佢几咁悲痛，或者系咩？我睇《Hollow Life》啊 Canada 咩啊？阿比方佢当日喺度咩？阿杰伊结婚，佢开个 live 摆嚿肉喺度狂揿打嗰度，而喺度咩发泄。啊！佢哋嗰啲人唔系咁口响，咪即系话得你嘅已经话口响咁讲啊！咁、啊、我觉得咁你从如果就会睇日剧嘅人嚟讲咁样，又或者中意睇啊 G B B 好咁样望人哋件婚姻好地地又唔好诶，会有啲咩唔好嘅嘢咁样啦，咁样你望都望呢啲啦，又咁讲咁啊，系咯，咁但系冇计呢啲嘢真系唔会知道，望望人哋好啦吓，系咯，但系如果系真嘅话。哇！星野源大佬真系搞唔掂啊！真系，我直情觉得系人身安全问题呢、這个。佢真系你可以走去边，我真系唔知佢闪去边。佢真系一定要，佢真系除咗移民之外，佢唔系移民，佢要系逃亡啊！佢要，我觉得真系要逃亡，大佬。佢真系去到好似咩睇 John Wick 二咧，最后嗰幕咧，啊 John Wick 去到个公园咧，系周围啲人眼望望噶嘛，因为啊嗰、那个咩。江湖格殺令啲惡到嚟咧，其實阿莊威爾知道周圍都係草木皆兵，好易有敵人。喂，佢真係去到日本，我驚佢而家便利店買嘢，周圍啲人都好似莊威爾個結尾咁樣，真係係咯。我真係覺得佢除咗逃離日本之外，應該冇乜其他嘢可以做嘅，真嘅。我琴日第一時間睇到新聞就諗，喂，會唔會搞出人命啊？到呢鑊真係可能係史上最恐怖嗰鑊，真係係咯。咁冇計，咁啊。系咯，大概咁多啦。咁有啲啊 ，rumors 嗰啲嘢又唔讲啦啊，系啦。跟住咩有啲咩下架合照，咁老实讲嗰啲，有啲新闻咁啊，费事俾人攞嚟做咩？下架又唔系又唔系话唔明到嘅咁样，又唔代表话有啲咩。唔系而家就系始终啲单整咗出嚟咧，你唔落架，俾人哋攞翻出嚟用；你落架咧，又俾人话喂。落架啲照片 cut 翻落嚟喎，啲合照啊，系咪有嘢啊？咁样你啱完噶？诶，当你一件事系涉及咗会有阴谋论呢样嘢入边咧，你就永远唔会有答案，同永远拗唔完噶啲嘢就系呢单嘢最吊诡，同埋点解咁适合喺今晚讲嘅就系呢样嘢。系咯，